哎，段总，来工地视察工作了。对啊，这个安排你这个找的机器找到了没有啊？放心，您交代的事儿我绝对办好，已经把本市最好的挖机师傅都请过来了。嗯，行行行，我过去看看。嗯，就在这边，段总，您看，这个十几亿的活儿，你可不能给我耽搁了哇。你放心，这是本市最好的一台挖机，国外全进口的啊，我们请来的也是本市最好的一个挖机操作师傅在这挖，你看效率多高。我操，你这啥时候能干完呢这活？哎，这个没事，2.8一年我预计差不多了啊。我丢，你这不是弄的是个小球啊。我操，师傅，老板不满意了，要求提前30,000年啊。行行行，加班加点我要干啊。行，老板提前，咱提前个30,000年完工怎么样？弄的是小